以及行动电影学习车，大家学电脑，伸手一点钟，倒数六秒钟，六、五、四、三、二、一，全启动！哇，掌声鼓励！雲林民眾上網，以及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来便民学习电脑，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提升，让我们能够一点就通。谢谢，也请我们现场的长官贵宾呢，移动我们的这个脚步到我们舞台前面的入口处，进行我们的行动车内部的变形金刚啊，还有真正的要展翅飞到我们现场的角落，展出现场以及所有的电瓶。请工作人员引导我们的副县长以及郭建明，还有我们的李副局长以及陈处长呢来就位，站在我们行动车这部变形金刚的前面。OK， 面向我们的市政府门口。OK， 那么现在呢，要我们副县长啊，将我们行动车的钥匙还有车钥啊，来看一下啊，要赠送给我们的中华电信郭经理。请赠送我们的行动电瓶学习车钥匙给中华电信郭经理，来掌声感谢，掌声鼓励。OK， 好，那么现在呢，要请副县长还有郭经理呢，共同一起哦。将我们这部行动车的按钮就在我们钥匙上面，嘎叽嘞哈，按下去了，嘎叽嘞哦，我们的变形金刚行动车呢就会展翅，哎呀，呈现在各位面前了，请按钮，哇哦，大家的电脑智能电脑正式启动，哇，我们的行动车，哎呀，已经展翅了。哇，呈现在各位的眼前。OK， 现在呢，就请我们的郭经理友，邀请我们的副县长来我们现场来操作电脑哈、哦。那么现场啊，刚刚有几位民众也现场报名的，是否也请我们的现场的大哥大姐那个领奖哈，是不是报名来共同哈来点到哈，来个气化买下这里哈。天公都听有奇怪民众拢学得较干净的啦，谢谢。那么这部行动车呢，我们以后会在各乡镇市的大街小巷呢，通通能够见到它的身影哦。哎嘿嘿，哎呀，哇，厉害了，厉害了。OK， 哦，他今晚稳定哦。哎，哇，在我们郭经理的解释之下呢，哇哟，据说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哈、哦，让我们现场的民众感到这个处处有惊喜哦，刻刻有惊叹。哎，然后呢，在比较乡下，就如同刚刚那个台西的那个妈妈一样哈、哦，伊讲啊，在这一边哦，要学电脑拢足困难呢，唔难在这呢吼，就是咱的村口所在，要来学电脑拢总足方便呢。那么咱今晚呢，我们在行动便民的学习车，我们的变形金刚之后呢，哎呦，相信呢，我们一定能够服务好几千名，甚至好几万名的民众，好盖呢，咱拢总会当来用电脑哈、哦，哎，来。车票啦，哦，来看相片啦，哎呦，来跟咱的馆长开讲啦，哎呀，真正非常的方便吼、哦，谢谢 ，OK， 谢谢，来，那么今晚的主题再度邀请副馆长以及我们的中华电信郭经理以及各县长官贵宾呢，就站在我们行动车的旁边，面向我们的县政府大厅，来，那个给大家宣传照，然后来再度欢迎我们美丽的云林局长，那个陈处长，还有我们的科长。来 ，OK， 来，我看哦，这个后边电脑会动着无？上面那一个窗哦，是吧？面啦吼，安尼好，来，阿姐，来，阿恁稍等下吼，手吼，哎，阮副馆长来行个，阿恁要闭着你个看，哦，来，个闭着个啦吼，来，我来话讲吼，大家学电脑，来，个人这里安尼拄啊一平三个啦吼，来行个，好，六大顺，来哦，等一下呢，我来说吼，大家学电脑。大家共同化哦，去不管就转头哦，大家化出生活一点通，连续喊三次，看前面，看到手，哎，邀请大家一起学电脑这样子哈、哦，来，各就各位了，看前面哦，大家学电脑，生活一点通，大家学电脑，生活一点通，大家学电脑，生活一点通。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相当辛苦哈、哦，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大力放送，将整个资讯呢能够呈现给所有的县民。我来说为民众哈、哦，阿哥比较点到上网的哈、哦，哎，隆重的有点到哈、哦。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在我们的大厅啊，有准备非常美味可口的这个餐点哦，让各位享用。而且呢，所有的好朋友忙到后面来，那么我们也一边来欣赏中华电信啊准备的这个爵士乐团哦，哎，这个厉害了。听说是这个中西合并啊，有爵士的这个啊萨克斯风演奏，哎呦，阿哥当音乐的爷呐了哦，不简单，来，我们来这个洗耳恭听。一方面啊，来这个尝试我们的中华电信的行动电饼休息车。那么一方面，请现场的民众请到我们大厅里面来享用美食，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最新的相关介绍，学会了吗？哇，到怎样使用电脑？快教我上网吧，我也要上。